除了数量还没有达到张献忠巨额宝藏的规模，在这些文物中也有一些并不是明朝的文物，而是有着典型特征的清朝文物。而就在对文物进行详细的研究后，还有专家提出了疑义，认为金虎印也并不是张献忠的，而是另一个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的。原来金印的印文中永昌两字并不是张献忠大西国的年号，而是李自成建立的大顺国的年号。另外，金印的铸造时间为1643年，这一年正好也是李自成进入西安安排手下文官筹备大顺国建国事宜的时间。那么如果金印真的是李自成的，那么他是否有可能出现在张献忠统治的四川境内？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据说两人同年同月生，甚至在同一年加入农民起义队伍。不过张献忠成名更早，当时明朝末期出现了极寒的恶劣天气，被称为明朝小冰河时期，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庄稼颗粒无收，陕西作为灾情的重灾区，当地百姓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只能去吃树皮观音土，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而当地官员却一再地逼迫他们上缴高额赋税，缴纳朝廷，来保证明朝政府的支出和皇宫贵族的生活费用。陕西的百姓被逼到绝路，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崇祯三年，张献忠还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民，他流亡到陕西榆林的米脂县，遇到了一支当地的万人起义军。张献忠原本就是曾在明朝当过兵，因为违反军纪被逐出军营，才变成了流民。当兵的经历和对明朝的痛恨，让他很快追随了这支起义军。他自己也在米脂集结了18寨农民，成立了单独的队伍。他因为身高瘦长，面色微黄，又有胆量，人们都称他为黄虎。短短几年时间，张献忠就成了当时全国13支主要起义农民军的领导人之一。张献忠的军队当时战斗力十分强大，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7步3，主力部队人人有旌旗或跨双马。当时的李自成还只是陕西另一个农民起义军将领高迎祥军中的普通部将，远远没有张献忠有名。由于农民起义军多数没有受过严格军事训练，所以明朝政府巧妙地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让起义军严重受挫，无辜牺牲了很多人。崇祯八年，全国13路农民军首领齐聚河南荥阳，共同商议对抗明朝的计划。然而各首领都拿不出让众人信服切实可行的办法时，作为低级别将领的李自成建议大家共同对抗清军，缴获的财富均分。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13家领袖的首肯，他也因大胆提议渐渐在农民军中有了名气。在李自成的首领高迎祥被杀后，李自成接替了首领的位置，成为与张献忠平起平坐的农民起义军首领。然而张献忠根本看不上曾经地位远不如自己的李自成。崇祯11年，也就是1638年正月，李自成正在陕西潼关南园被大量明军包围，在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后，李自成部队全军覆没，一路逃到湖北古城，投靠当时在那屯兵的张献忠。景天兄，我被明军算计，幸好得景天兄相救。哎呀，崇王啊，你我都是袍泽之行，没有必要这么客气啊。景天兄是袍泽之首，在咱们13位首领中你地位最高，谁不敬佩谁不颂扬啊，今后请多多关照。
崇王啊，抬举了，抬举了啊！请问闯王还有多少兵马？唉，说来惭愧啊，我现在身边就剩下18位亲信，跟我一块逃了出来。可还有粮草啊？部队打散了，哪还有什么粮草？我今天来就是希望和敬天兄一道重振旗鼓，一同剿灭明军。张献忠见李自成如此落魄，并不顾及一起对抗明朝的情谊，竟然起了杀掉李自成的心。幸亏李自成提早发现，才侥幸逃脱。李自成自此十分憎恨张献忠，一直想要找机会报仇。3年后，张献忠在河南信阳与明朝将领左良玉打仗兵败，他的几万部队弃他投降，张献忠落荒而逃，他带着几十名残兵败将投奔李自成。李自成不仅想杀掉张献忠，更要吞并他剩余的部队，但最终被张献忠逃脱。从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与张献忠一直是互相残杀的两股力量。李自成的军队力量并没有可能到过江口镇一带。对于这些疑问，有些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李自成当时建立大顺国后，担心张献忠部队来攻击，有意拉拢张献忠，封他为永昌大元帅，并特意定制了金印给他。然而，真相究竟是什么，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掘。